Energy 7月12日迎来出道21周年纪念日，成员们晒出合体照啦。朱伟在脸书分享了 Energy 庆生的记录，分别在生日前一个礼拜跟生日当天的，并写下再怎么忙都要生日前一个礼拜聚在一起，再怎么忙都要7月12日视讯连线。最后一张视讯的照片是因为他要赶工先离开，坤达则是不在台北工作。牛奶发了同样的照片，感性的说 EG 21岁了，原本是想要等大家都在时在一起碰，但透露说要在生日当天碰才有意义。其中一张几个人在包厢唱歌的画面又让歌迷敲碗，希望再办演唱会。其实 Energy 从暂停团体工作以来，仅有去年在五月天演唱会上合体，短短两首歌的演出炸出大家满满 Energy 魂，这也难怪大家会着急的希望五个人再开演唱会啊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Energy。要谢谢五月天送我们今天这个大礼，让我们五个人能够合体，谢谢，谢谢五月天，谢谢五月天。